是他，当，不要紧，我看着一清二楚。哦，哎，陆老板，饭桶，你们这些废物不如一个打杂的啊！哎呀，你这小子害得我挨骂，不服气啊？ 最近表现的还不错，陆大爷，谢谢你夸奖了。好好的干，总会熬出头的。可是，每天打杂，我真想换点事情做做。<笑>好吧，以后你可以出去见见世面了。<笑> 朱头目，你，嘿嘿嘿嘿，好臭，臭得像咸鱼，臭！你再啰嗦，我就叫你吃点苦头。哼，快给大爷洗脚。不，我只伺候陆大爷。你呀，你这小油子，哎呦！ 朱头目，你还要不要洗脚啊？洗个头啊！大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大爷，求求你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没有。 看清楚没有？打人要准，收钱要狠。要在这个地头上做生意啊，就得遵照我们的规矩，要不然打死了活该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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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哦，猪大爷，早上补了点货，现在不方便，下回一块给你好不好？。自讨苦吃，早点拿出来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小黑，走。你看看这怎么搞的啊？流血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就行了。对不起啊！向赏罚分明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这是赏给你。哎，不不不，谢谢卢大爷，替大爷做事是应该的。我，你最老实，应该有赏，拿着。谢谢卢大爷。兄弟，这东西砸坏了，你们要做生意啊，这些拿去用吧。这多不好意思，小兄弟，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不，就算我借给你的好了，收下吧。谢谢谢谢啊，小兄弟，你什么时候需要钱用，你随时来拿好了。好，荷花。爹。给这个小兄弟下碗面吃。哎。
小兄弟，小兄弟 坐呀！真是的，你看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怎么不小心呢？不要紧的，摔着没有啊？没什么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叫小黑。小黑，你姓什么？我从小就没有爹没娘了，跟着耍猴的老师傅跑江湖。老师傅从小就叫我小黑小黑的。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姓什么。那你老师傅呢？病死在这镇上了。我没有钱安葬他老人家，正好武馆的陆大爷给了我一点钱，所以我就答应替他做五年工。小兄弟，你本性善良，实在不应该跟那些人混在一块儿啊。可是陆大爷管吃管住的，已经养了我快五年了。男儿志在四方，做人呐要有点骨气。荷花姑娘，五年期满我就会离开他们的。小兄弟做人呢要明是非，分善恶。是是啊，不要受人家的利用。好自为之啊。面凉了，快点吃面吧。何姑娘，我来帮你洗。不用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香啊！什么好香啊？臭美。真的好香啊！乡里大头鬼。何姑娘，我是说你的手绢好香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头发几天没洗了？我今天才洗的，不过是用用。手绢好香啊，送给我好吗？不行，有本事就来抢。
抢到了当纪念。倒听你玩的，你怎么打真的呢？谁叫你二麻子照镜子，自找难看。哼，你这张小嘴儿好厉害。看你服不服气。哎呀，我们就是不搬啊，不搬。哼，不怕你们不搬。啊，真不讲理啊，不搬就不搬。讲不讲理？你们要是惹火了咱们的陆大爷，他就放把火把你们整个村子全给烧光了。你敢啊？敢！到时候啊，看你们怎么办。哎，咱们大家商量商量看，到底是办不办？哎，要办，我们心肠长点，不能说办就办嘛。哎，好，不上。我们都是穷苦人家，要办也得给我们点钱，好让我们谋生啊。是啊，是啊，就是。限你们三天之内搬离这个地方。到时候还不搬的话，那可就别怪我们陆大爷他手下无情哦。老板，快点。哎，来了来了，面来了。小孩儿，你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嗯，可不可以告诉我呀？三庭六院的，六不顺的，六不顺呀，俩好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对，有办法。老伯，什么办法？请快说。钱庄有个史庄主为富不仁，不妨来个二虎相斗。老爷，请用茶。放下。哦，你到保险柜去拿伏击的账目来。是。小心点吧！让开！让开！哎呦！
你这老混蛋呢，给我打他！要不要我耍两下给你看看呢？哎呦，牙疼！哎呦，快来扶着我！你们可以走了，走！哎呦，牙疼！哎呦，肺疼！哎呦，肝疼啊！哎呦！到底怎么了？石老板，小偷有同党啊！小偷有同党，是谁呀？好像是陆振海的手下。什么？陆振海？错地方了吧？啊，究竟要找什么人？不是找人，是来抓贼。不交出来就打人，好狂的口气！来吧，大头目，事情是我做的。哼，有事就冲着我来好了。哦，还有其他两个人呢？是我一个人干的，与他人无关。哦，嘿嘿，是你干的啊！在我这儿撒野，未免太狂了吧？陆振海，你屡次跟我作对，我姓史的都忍下这口气，这一次你居然派你的手下来偷我一票。史庄主，你派人在我赌场里动了手脚，我都没有找上门去。还有，我要的山边那块地，你却暗中叫人反抗我，居心何在？啊，既然你找上门来，我也就不能不招待招待你。啊！啊！鸡公拳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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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把你人都抢过来，爹，怎么，老婆，你想娶她当媳妇儿啊？小黑，你怎么这么久没有来了？苦练，好想荷花的手绢。哦，你刚才使的是不是叫鸡拳？我也不清楚，我是从我们陆大爷那儿学来的。陆大爷，你现在学的只是皮毛，多学一点精华，下次抢手绢的时候就不成问题了。是，老伯，哎，听见没有？哼，
人小鬼大，不害臊，给你点颜色瞧瞧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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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我就可以做主啊！是，爹。什么？史家庄主敢在我们的地盘上做生意？哎哎，不错，小的打听得很清楚啊！哎，真是有那么回事儿。带几个人去扯腿腿。哎哎，大爷，您的意思是黑吃黑啊？嗯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哎，是是，哎，大爷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叫他们人财两空啊！小孩，你也去见识见识。哼，他也去啊？那还不是白白找罪受？嗯，啊，嗯嗯，货色还不错。杨总管，史庄主要的当然是好货了。嗯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老兄，冤家路窄呀、啊，把那批货留下来，过来拿吧。嗯。你要跟小何多学着点啊！学着点朱木。哎，有。哎，爷。是。爷。
你们想不想发点小财？哎，那当然了，我一向是见财眼开啊。钱财是多多益善的。好，你们照我吩咐去做，事后有赏。哎，你有话快请说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来，跟我来。好，走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已经收摊了。哎，我们不是来吃面的，是来吃豆腐的。还得相信更强更妙。死不要脸啊！回来了。哎，我赢了1块钱了啊！对啊，是啊。哎呀，快快快！哎呀，快快快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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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！你想溜啊？哎呦，大头面没说这丫头有功夫，只说一拳10分钱，我已经挨了8拳了，怎么受得了啊？受不了，受不了也得受，不然到时候莫知道了，你吃不了，你兜着走。哎呀，上你！哎呦，哎呦，第二下啊！哎呦，使劲！光天化日之下欺负良家妇女，这还成何体统？哎呀，你们这些鸡窝里的鸭蛋啊！哎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混蛋！是混蛋。你们这些混蛋该受点处分。是。哎呦，哎，怎么只有一个？我们不是已经讲好了吗？哎，他打了我6拳呢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耳光歪了。是。哎呀，我你呀，回家再说。你们还不快滚？是，走。你怎么还不回去？我不回。小黑。荷花姑娘。戏演完了没有？啊，我这招是不是英雄救美？啊，对，英雄救美。嘿，哎呦，哎，荷花，我真的喜欢你，可是你，所以我从此之后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哎，荷花，哎，你等等，我跟你说，我对不起，我不是，老伯，荷花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爹，你问小黑吗？哎，老伯，他居然带人来欺负我。不会吧？哎，老伯，你听我说呀，我本来是找了几个人来帮忙，越帮越忙。本来我是喜欢荷花，你动手打人了？哼，那些人是烧红的铁，非打不可。你会误了大事的。好。
鸡犬的狠劲儿在指爪，而威力在于两臂的飞扑。多做点事。哟，是不是当新郎官了？干干净净的才会讨人家喜欢。哦，怎么了？你走桃花运了？嗯，嗯，哎，你那口子长得怎么样？哎，你们俩很要好？哎，不太要好啊，说不定。说不定她还要嫁给我的，你别吹了，我才不信呢。哎，是真的，你不相信啊？我带你去看，走。在哪儿呢？那卖面的呢？好几天没来了。啊，平时看你挺老实的，居然也跟我吹起牛来了。哎，阿大哥，我才不是吹牛呢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而且他爹亲口答应我。我哎，反正天下不费力的事就是吹牛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小黑，哎，荷花，哎，长得还不赖啊。嗯，你真要嫁给我小弟当媳妇儿？他呀，做白日梦。啊，嗯，白日梦。小黑啊，当面证明你在吹牛了。啊，不，阿雷哥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嗯。哦，太容易了。嗯，我去给你把他抢过来。哎呀，我操！无数。哎，荷花。哎呀，我这好厉害呀！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哎，我这事我管不了了。我看你非得请媒婆说好话、送大礼才行啊。就是嘛。小黑。啊。跟我走。去哪儿？我爹找你。啊，是。哎，阿大哥，我没跟你吹牛吧？这一定是他爹找我去跟我商量娶媳妇的事儿。哎呦，我看你是在跟阎罗王讲故事。什么意思啊？鬼话连篇呢。啊，小黑来了。老伯，啊，这是我朋友阿呆。老伯，老伯，找我有事啊？嗯，来，让你瞧一瞧这个。螳螂斗鸡公，这分明送死吗？未必尽然。嗯，小黑。你的鸡犬练得怎么样了？哦，打起来可真不得了啊，准会把你们吓死。我打一套给你们看看。
小心，我抢你手绢。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我要娶老婆了。老婆？哎呦！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萧旭一拜。老婆，请您原谅他，他早上还好好的，现在不知道。小黑，快起来吧！啊，如果我有你这么个女婿啊，我也很高兴啊。不过，做人要光明正大，练武要以义为本，不可逞强好胜，更不可为非作歹。啊！喜欢欺负人，我来整整他。周末，哎呦，我站着怎么洗脚啊？哎，这个太容易了，太容易了。我看你现在是学得聪明多了啊。哎，这味道如何？好臭啊！臭啊！这是标准的香港脚啊！
好香，好香，很香啊！那香就多闻几下吧。啊！原来你请来了高手。这位就是三省拳王胡铁棒。几省都一样。你还是省点力气吧。嗯。别急。石庄主，曾经有一个人被你打过，现在就让他来会会你这位拳王。小黑，陆老板，要是他输了，任你处置；要是他赢了，我们之间的一切就一笔勾销。嘿，好。天地武馆能让你来去自如吗？你刚才不是说过就这样一笔勾销吗？刚才是刚才，你想的未免太天真了。陆老板，这个啊，老办法。哎，是，把这两个人扔到海里去喂王吧。是，带几个人去史家庄，把值钱的东西给我搬回来。哎，是。陆老板，陆老板，陆老板。哎，快快快点，快点搬了。快点啊！快点，快点。原来陆老板利用此地造私酒，难怪要把我们赶走，原来要利用这个地方做些伤天害理的勾当。哎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毁了这些东西。这批货明天要送出去啊！哈，你们两个负责押货。哎，是。这可是一笔大买卖，千万不能出纰漏。今天才知道，为什么当初要把破落户人家赶走。哦，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？
赵四九，还叫我明天去押货。坏事做尽，恶事做绝。那玩意儿真不知道会害死多少人，我不想去。小时候，我父亲也喜欢饭后喝一杯酒。有一次，我买回了一斤酒，那是私酒。我父亲喝了以后，哎，怎么了？死了。啊？什么？那批货给官府查获了？啊？有内奸，那就一定是小贺。嗯，哎呦，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，不是他还能有谁呀、啊？不是小黑，老板，我调查出来是破落户那些老家伙告密给官府的，把他们给逮了。可是陆大爷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这是利用啊，小黑。人各有志，好自为之。我总认为，你不应该再在这儿留下去了。阿呆哥，有这么一天，我也会带你离开这里。大头目。陆大爷吩咐有差事，咱们走吧。有你们的，我们赶出来就不怕死。老家伙，你们也太大胆了吧，竟敢密告官府，坏了我们大事。这也是你们逼我们做的。嗯，什么话？你们目无法纪，昧尽良心，逼得我们走投无路。你们胡作非为，天地不容。哼，死到临头嘴还挺硬。走。大头目，你想干什么？的命令行事，这个这有什么办法？是啊，大头目，您就请原谅吧。哼，卑鄙无耻的东西，滚！负义，不像我忠心耿耿哈、你愣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我找回来！哎，是，假使找到他，他不回来怎么办啊？
点了。20年前，荷花的母亲就是被他杀害的。老伯，原来你和陆振海有那么大的仇恨。嗯，可惜他的武功高强，我的螳螂拳不是他的对手。哦，小黑，我们摆面摊儿，其实是为了找机会除去这个败类。那天你带了几个人跟荷花打闹，荷花使出螳螂拳，我怕被陆振海知道，追查下来，那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所以，老伯，对不起，我差点就把事情弄糟了。好了好了，过去了就算了。小黑，你一定要苦练螳螂拳，跟荷花联手，好为地方上除害。要由内而发。哎呀！蹦步到八肘，神仙也难躲。神也难逃。力与劲有别，力属骨，陷于肩背而不能发。劲属筋，可达于四肢而能发。山雕壁锤。扑腿打虎锤。是。
影双吊手，左影双吊手。跟一对妇女在一块儿。哎，那两头啊，原先是在街头卖面的。嗯，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留意过。哦，那老头使的好像是螳螂拳。螳螂拳一定是何老头，想不到他又出现了。中午哎，有。你要留意阿呆的行动。哎，是。鸡公拳果然威力无比，假如克西学海再攻其肩，也许能够破他的缺点。你要全力应付。嗯，荷花雕手反冲爪。是。阿呆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不知道怎么来报答你。哎，小黑，提这个干什么？不过最近他们很注意我，常常派人盯着我，以后我恐怕不能常来看你了。阿呆哥，我走了，免得他们起疑心。老伯，荷花姑娘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哎，不要送了。
你不坏啊！啊啊！